话说从前，有一个村子，这村子里头有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男人死得早，现在就只有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，老大是个男孩，老二、老三都是女孩，年纪不大。话说这一年的正月，他妈领着老大回着娘家，留着两个女儿在家里看门，半路上老大说口渴。 要喝水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上哪儿去找这水呀？老大不听，哭着坐在地上不走。他妈没办法，于是让他在这儿等着，别乱跑，他去找这水去。老大在那里一直等到这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他妈还是没有回来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婆婆，老大问他有没有看过他的妈妈。老婆婆说道。 你娘啊，在后面呢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拿了这头上的狮子。老大听了，就坐在这老婆婆的怀里，让她拿这个狮子。谁知道这个老婆婆其实就是那皮猴子精变的。这皮猴子精已经把这男孩的娘给吃了。 现在又变成个老婆婆，准备把这老大也吃了。突然，老婆婆面露出凶光，一口便把这老大也给吃了。皮猴子精吃完老大，又朝着这村里走去。两个女孩还在这家中看家，原来没有天黑就能够回来，可是这都等到后半夜了，也不见这娘和哥哥回来。 可能是在姥姥家住下了吧，于是两个女儿就准备睡觉了。半夜里听到有敲门声，老二就问道：“谁呀？”皮猴子精就模仿他娘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是你娘啊。”老二又问道：“你怎么就自己回来了？俺哥哥呢？”皮猴子精说道：“你哥呀，在你姥姥家住下了，过两天就回来。” 老二一听，赶紧下炕，拉开这门闸，让这皮猴子精进来。皮猴子精一进屋，老二和老三就要点灯。皮猴子精赶紧说道：“别点灯了，怪麻烦的，我也累了，睡吧睡吧。”老二和老三也没有多想，就继续躺下去睡觉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二和老三听到他娘好像在吃东西，于是就问道：“娘。” 你吃什么好东西呢？皮猴子精说道：“你姥姥知道我常咳嗽，给了我几个萝卜，让我压压咳嗽。”老三一听也非要吃，皮猴子精没办法，只好给了他一个。老三接过来咬了一口，没咬动，一摸，这竟然是根人手石头，上面还套着个顶针。再仔细一瞧，这就是他娘的顶针。 平日里，他娘没事经常会教他们姐妹俩做着针线活。娘的顶针什么样子，他们那都是很清楚的。老三知道大事不好，听人说过，最近这里来了个皮猴子精，专门吃这老人和小孩。他娘和哥哥肯定是被这皮猴子精给吃了，现在他又变成了娘的模样，来忽悠他们姐妹俩。 他捅了捅姐姐，说要解手。老二说让他自己去，老三说自己一个人害怕，让老二穿上衣服一块儿去。于是姐妹俩就穿上衣服来到了屋外。老三把事情的全部小声的告诉了老二。姐妹俩就想怎么杀死这皮猴子精，给哥哥和母亲报仇。于是他们姐妹俩就爬到了这屋后的大树上。 在这树上喊道：“娘娘，快来看呀，人家放烟花呢！”皮猴子精听到这声音，来到了树下，说道：“我怎么看不到啊？”姐妹俩说道：“娘，让这树给挡住了，你上来就看见了。”皮猴子精说道：“树那么高，我怎么上去呀、啊？”老三说道：“娘，你把那大箩筐拴上绳子，再把这绳子扔上来。” 我们把你拉上来，皮猴子精很想看着烟花，就按照姐妹俩说的做了。皮猴子精坐在这箩筐里，姐妹两个在这树上拉着绳子往上拽。快上来的时候就一撒手，哐当一声，这皮猴子精就摔到了地上，把这皮猴子摔的是眼冒金星。这姐妹俩赶紧赔不是：“娘，绳子滑，我俩没抓住。” 皮猴子精说道，下次小心点啊！”接着又拉了第二次，还是一样，快到了就撒手。姐妹俩又赶紧赔不是，说道：“娘，我手心淌汗，没抓住，连着两次把这皮猴子精可是摔了个半死。”这一下，皮猴子精是死活不上树了。姐妹俩好说歹说，让他再试一次。 这次保证能把他拉上来。最后这一次，姐妹俩那是拉得快，撒手的也快。皮猴子精摔下去的时候，正好这头朝着下，就这么给摔死了。姐妹俩看皮猴子精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知道这是摔死了，于是，在树上喊着：“皮猴子精啊，皮猴子精，你吃了俺娘和俺哥，还想吃俺姐妹俩？没门儿！” 姐妹俩从这树上下来，挖了个坑，就把这皮猴子精给埋了。到了春天，这大坑上长出了一大捧的灰菜，人们都说是这皮猴子精变的。